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凯。雨过天晴了，河里都有了一些水了。今天理了理发，没花钱啊，看吃什么饭啊？今天卖了这一瓶的可乐，这个倒老多心了啊。嗯，我去买小瓶的，没有，我先弄个可乐几支的。用完的要不能再喝。花没多少啊，不便宜这个现在。就是咱那个不知道怎么，就是烤油也能烤的。不知道好吃吗？不是，我讲里头的油嘛，也叫芝麻第一次。第一次。咬不动了。越塞出来就越好，越厚厚的。行了行了，要三个球。三个球。这还真不好吃。各种各大的。好。这酱子也是还坑胀了啊。这小小鱼吧，太结了。这个青椒也长出来了。咱还是倒锅菜社会啊。倒锅菜，俺就不愿意在我屋里放倒锅菜。肯定是。我爸吃还是菜嘛。肯定菜黄啥的好吃吧。再让我看一下。不要，你看，有点，啊。表那没有点。咱们就这样。开发怎么样？那啥，别的啦，那个没有，这是疙豆。什么？疙豆，我给你挤一个尝尝。这有什么油？鸡油，鸡的鸡吧。鸡油。你看看，别好好的多呢。也不着。你看看。不香啊？啥滋味呢？我还吃没瞧，刚才就不吃了。大人，你吃这个菜吧，要不要？要的，俺就要的，好吃了。飘，再见。你的可乐鸡翅特别软和，特别香，先吃了啊！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的头条号，我是阿凯，再见。